恒春民谣演出，曲名是《恒春行脚花》，由林凤珠老师作品。由屏南社大讲师及学员共同演出，有陈丽萍老师、董月满学员、林秋月学员。现在让我们欢迎他们。满月三人组，满月，是啊。我是林秋月，我是董月满，丽萍是我。我们来干嘛？表演。哦，我刚刚才发现场面很大，为什么？知道吗？叫做台湾学。后面哦，什么研究计划呢？有点紧张。我看你的脚有没有发抖？很抖。还好，还好。没有，我是说我精神哈、好。今天既然是要来介绍这个地方学，那我们就按安乡村开始，来介绍安的乡村。哈、啊，乡村上出名的是啥物？四个城门。哦，对，是四个城门。啊，这个四个城门吼，唔知是安怎起起来？俺敢袂当来用一个上有名的民谣，叫做《思乡记》。哦，《思乡记》来个介绍俺乡村这个古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来，啊，那是你大声，因为你较顺，俺过去拢无拍破啊。来啊！哦，思爱乡啊。叫阮乡村较早是叫龙阿桥，在迄个偏僻的所在，吊灯是关的月阿狗，哎呦喂！自从迄个牡丹事件发生啊。因为你一开始就讲乡村古早号做龙桥，啊，龙桥是安怎来的？龙桥的意思是兰花，台湾的原名伫遮起家，后来汉人才来徛做伙，乡村的新名属大家。哦，乡村的新名运来就是龙桥，甲换过来。对。哦，我知啊，我嘛有看册啦。换这个人吼、是清朝官啦，一个来到台湾，讲叫做钦差大人。哎，咱姓沈呢，沈葆桢吼，对，好佳哉，俺有读册，好佳哉，你嘛有读册嘛，对无吼？啊来，啊，今嘛古城的故事讲了啊，伫这个时间，大家若来去乡村佚佗的时吼，风真大，军机都爱扣雨条，啊，请借问，落山风，吼，落山风哦，啊，实在有够创治啦。
盘山过尔，对海阔阔撞去啦，吼，啊，搁吼，甲小姐的军机吼，飞互伊往袂哩。对。好来，啊，落山风嘛爱甲伊介绍呢，嘛是有死人唱呢。哦，来，用平埔啊，平埔啊调。爱换一个口味嘞。对。啊，唔着平埔啊调呢，换我大声。好，请。中秋过后，今仔重阳，盼得着靠起来啊，月啊落山风，大头。风台嘛无啊话，来遮尔啊强，头风啊在，有啊时啊准，那头伊着啊。海上的游艇啊，喂，钓来好出啦船。落山风，伫落山风的时阵，就知影秋天已经到。嘿，那秋天到，有一种物件倒落来啊，除了碧螺啊以外。即卖这过境的吼是灰面鸠、赤腹鹰，对不对？啊，即个要来观赏鸟啊吼，有即个感觉，安吼嘛来甲念一首啊台语诗咧，台语的现代诗，和恁大家分享。而且，等下尤丽萍老师要来演唱这个五孔小调的这个曲子的时候，阮两个先来念一首台语诗。予恁大家搁对阮乡村的几只鸟搁愈有感觉。伫这凉凉的秋天头，咱做伙来去观赏几只鸟。伫这每年的九月甲十月，都有一群一群的鸟啊，伫这天顶。地壳飞伫这天顶地势，未来歇伫阮乡村的山头，飞要去遥远南洋的迄边的海角。这着亲像咱人对囡仔、少年、甲老观赏几只鸟的时，敢有人会当体会？套套，五孔小调。
吟唱着五孔小调，其实大家的心情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那种哀伤感就出来了。哎，阿恩都家哈，聆听的是《蜀香鸡》美文化调，一直进行来到五孔小调。啊，介绍的是历史故事啊，气候哈，啊，甲安尼即个迄个季节鸟。今嘛来爱讲价，人生嘿，人生以价为目的，所以价的绝对爱介绍。吼、哦，乡村较早三宝内底有两宝吼是价的哦，吼、哦，第一宝江口茶，啊，第二宝油葱吼，啊，第三宝吼，较是这个青鸾，啊，青鸾唉就免谈了，就随着五孔小调在凄凉的秋风当中没落了哈、哦。好，安尼。刚拄只听三条，今麦要介绍只心情的轻松，安来用《四季春》甲唱看卖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开始啊，开始。好好，来来来。各恋各过时光啊口，迄港口地名声。大家的情绪又嗨起来了哈，有吃的那当然就要有玩的，好玩的来了，大自然的景观，大自然的景观啊，四城门佚佗过啊，啊，敢有迄个较奇卡的，啊，上好是吼，无容易到位的。大路车轮竞最近，来看玉海日出的时，啊，那看到你就关山去。晚霞换彩比如昔，哦，你是晚霞，晚霞换彩比如昔呢？来，我来哈。这温泉溢出四重溪，水质南台第一个。嘿，唔知吼，安尼人爱来洗，日本啊无洗都唔转回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再播给你们占用几分钟，跟秋月妹唱出我们乡村半岛是阮的故乡。乡村半岛，我的故乡。再来嘞。城门子，城门子老，窗头真切，景色真美丽。进来，进来。乡村半岛，我的故乡，民谣好听就难忘。城门子老，窗头真切，景色真美。各位，要听民谣，请。